的伤感，还在九龙茶馆喝爆档，怎么场景一下就西安？我在护城河的堤岸，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，月光摇摇晃，我用英语跟小贩交谈，怎么画面一下就全暗？海角上到底身在何方？变模样是个花衣姑娘，开始上认真细心装扮，回台上终于轮我上场，双花枪一个后空翻，腰身跟着转马步砸得稳当，双花枪比谁都漂亮，接着陈一轮一击和霸王，双花枪舞台的戏班，二胡拉得向观众用力鼓掌，双花枪比谁都Yeah.